你好，欢迎收看7月16号大花莲地方新闻，我是吕慧。111年全中运第二阶段要进行田径、游泳、脚力、自由车，还有木球等5项赛事。15号晚间，县长徐正卫亲自前往县立游泳池来观赛，为游泳小将们加油打气，也期盼所有的选手在这一次征战过程中可以享受过程，也突破自我成绩。游泳项目进行国中组与高中组50公尺蛙式、100公尺仰式、200公尺蝶式、800公尺、1500公尺自由式决赛，其中国男组100公尺仰式由台南市沙崙国中吴亮君夺得金牌，并以58秒15成绩破大会纪录。而花莲市的四维高中黄国伦、徐维长表现优异，在1500公尺自由式分别拿下金牌以及铜牌。县长徐正卫也亲自到场为游泳小将们加油打气。20项高男都非常优秀哦，而且都是连装的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的学习的标杆。花莲，你后面一点。记者林杰，花莲市采访。